是大小兔子、小猫熊、小斑马、小猪、小乌龟熊、小企鹅、小河马，就是马达加斯加河马哎。河马利亚，你不是最你很喜欢河马利？对，说对了，是马达加斯加斑马哎。是绵羊有看到吗？绵羊有啊。有看到兔子吗？兔子。那只彩色的是什么？爱马大象。有看到银亚吗？银亚有啊。哇，好像有企鹅哎。对，就在这里。母牛哎。咦，那只红色的是什么？愤怒鸟。哦。咦，那两只牙齿很长的是什么？牙齿很长的，过去的。谁？是谁？两只牙齿很长的是谁？是猫头鹰吗？你要不要站起来看啊？哎，是海豹哦。海象。海象它。有一只黑熊，有看到吗？有啊，是那只黑熊吗？有看到狮子吗？狮子有啊。下一只是什么？豹。豹的下一只嘞？老虎。老虎的下一只是什么？蛇。再上一层是什么？鸡、狗、猫。跟驴子。最上面那一只是什么？叮咚叮咚，好，跟爸爸说开心开心，没有看爸爸开心好。